它是人工岛上建了个拖车，这拖车是可以修拿来修理自己的那个卡车的，但现在暂时用不上，暂时用不上呢就把它拖过去，拖过去一会儿拖回去就给它卖，就能卖钱的都给它卖。我已经换过一次轮胎了，就是农场那个任务，它是送那个消耗品，那个钱比较容易挣，就多挣点那个钱，然后完了那个什么，然后呢就挣经验值和钱，主要是经验值，挣完以后呢就可以先把轮胎给升级了，其他什么都不重要，最重要就是先把轮胎给升级了，要不然就一直陷车，陷的都陷到怀疑人生了，陷到砸电视、砸手柄、打人、打孩子。我现在能拖上去是因为我这胎换了，要没换胎的话根本就拖不上去，这怎么那么颠呢？这颠的挺好玩。现在是山区桥梁这任务，先要送金属梁，那砖块我送没送？砖块我好像没送，我也不记得了，不管。这拖车就先扔这儿，暂时用不上。教堂这里天天在唱歌呀，不分白天黑夜，只要你一到教堂就在这唱歌。把拖车给分离，有点担心这个金属梁，担心点这，担心就是来点太重了，送不过去，还是得从原路过去，从这边好好，得原路过去。没去过美国，不知道美国这小镇是不是都是这样，就人也没有，商店也不开门，白天晚上都不开门，除了教堂里边有声音。就感觉跟恐怖片一样。哎，我这路走对了吗？我这路好像没走对呀。哎呀，路没走对，没关系，加油站加点油啊，都来这了。加油站加完以后，从加油站背后绕过去。刚才卡车还在这儿，这路上掉了个什么东西哦，砖块。好，这加油站扔在加油站的卡车那个轮胎没换，没有换，那个车用起来还不太好用。自己比较喜欢卡特彼得的这个卡车，卡特彼得。好像生产卡车还有挖掘机，还卖鞋子，前些年好像比较喜欢卖这登山鞋。哎呦，这有个小车，这小车放这也没用，拖出去玩吧。拖出去玩了，反正摆在这也没用。
畜牧场，没看见人，光听见响。今天媳妇儿还是老，今天媳妇儿还是孩子说呢，这爸爸这小镇上怎么一个人也没有？往后退，就上不去，得往右边这草皮上才能爬上去，中间要不然这陷车陷得太厉害。之前这钢梁装在车里边还叮咣叮咣响，好像是因为如果你是那铁皮那抖就会咣当咣当响。那现在装的木板好像没啥声音，听不见啥声音。每天都得等孩子睡了，然后玩两把。那孩子不睡，这一会儿哭了，一会儿叫了。但是孩子睡了，这我也想睡了。时间有限，要是光靠这打游戏能养活自己该多好。这车就扔这儿。吓死我了！慢点！哟，这怎么开的？火！这我都不敢说，我是。这孩子又来了，我的天哪，都快11点半了，晚上。一会儿又尿了，一会儿蚊子又咬了。去想各种借口，不睡觉。我是戴着耳机的。看一下路走对没有？哦，没走对。孩子他妈都快着急上国了。这孩子天天晚上不睡觉，就睡觉之前，就9点半才去遛弯儿，那公园里边使劲跑，跑回来满头大汗，这会儿还不睡觉。这边别走那泥地里边，我现在拉这钢梁啊，我是怕他那个什么了，怕他卸了。看一下，我记得是要送两个东西，金属梁，好像先送金属梁，送完以后呢再送砖块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打梁有了，然后完了混凝土块，好，完成第一阶段，好。